好，在这边我们要讨论的是 Planisco A 的 Gotthard 3。OK，so 这边我们看它第一题，diagram show a object，然后哪里一个是它 front elevation，从 x 那边看过去。所以我们从 x 那边看过去的话呢，我们拿到的会是这样的一个形状。OK，这是它一接触到的那一面。同时也是它后面的那一面，甚至是它中间的这一面都是这样。OK，所以它的这一个形状呢是 A。OK，所以第一题 A，然后第二题呢，Among the following diagram, which one is the locus of point that are constant 4 cm from straight line mm？So straight line mm 这一边。它是一条线，然后是左上下一条 parallel 的线 C。好，第三题，在这边 KLM 呢是一个 straight line，然后 LRP 呢还有那个LQP 是 arc，center 是那个 K 和 N。然后 LSN 还有 LTN 是 arc，甚至是 M 跟 P。然后 ABCD 哪里一个是 less than 4 cm from N？4 cm from N 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一边这一个是 4 cm from N，less than 4 cm from N 的情况之下和这一些。其实都符合条件，这个 A 肯定不符合了，B 跟 B、C 跟 OK，然后 4 cm from K，还要准准 4 cm from K，准准 4 cm from K 的话是 LRP，OK，所以它答案是 B。好，然后在这一边，还要我们找 Y intercept，这一个我有两种做法，第一个我把它换成 Y 等于 MX 加 C。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 y-intercept 呢，我就直接 sub x 等于零，所以我就有九减三 y 等于零，三 y 等于九，然后 y 等于三，所以它答案是 C。好，然后这一个它要我们找 mm 的，so 在这边虽然讲我没有 m 了，但是我知道它们经过的点，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这个是零逗号六，所以它 gradient 呢会是等于减二减六除四减零，减八除四减二，所以它答案是 B。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它问哪里一个是正确的？这一个不正确，它是一 per x。然后二 per x power 减三，对，因为我的 x power 减 n 等于一 per x power n。OK，so 这一个呢，它应该是一 per 三 x power 减二，然后这一个是等于，所以四 per x power 二，对，好，所以它答案是 B。再来这一边。还有我们 simplify 这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 k power 六 h power 三乘 k power 减三 h power 减二 over k power 四 h power 减三，所以 k power 六加减三减四 h power 三加减二减三。所以它就会变成 k power 减一，h power 四，所以它是一 per k，h power 四，所以它答案会变成 h power 四 per k，所以它答案是 D。第七题 D。好，在这一边，我们知道这个是 p power 一，除是减，所以它是 p power 六减 x。等于 p power 一，六减 x 等于一，六减一等于 x，所以我的 x 等于五，所以它答案是 C，第八题 C。
好，第九题，那我们把这个 round off to two significant figure。So two significant figure 的情况之下，它变成89000，所以它答案是 C。第九题 C。然后这一个，它要我们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进位咯，0.0355。0.0355再加0.00844，round off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然后再把这个加上来，所以这个是四，这个是九，然后四，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移一个，移两个，所以这一个呢是等于4.394。乘十土豪减二，4.394乘十土豪减二 C。好，在这一边呢，它告诉我们这一个 density for 那一个 iron 呢是6950.4 kg per meter cube。然后他们 express 这个 density in 那个 standard form，所以它单位没有换了。它只是要我们把它写成 standard form 而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只是移小数位，1、2、3，所以它这一个是6.9504乘十 to the power 3 ，OK，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 D。好，然后12题 ，in the diagram， 这一个 EFG 是 drawing。这个是 drawing of the triangle PQR， 这个是 object。So 它的那个 scale 呢是1:1:6。So the drawing object 1:1:6， object 是六。这样它现在我们找 EF 的长度咯。所以 EF 的长度的话呢，它其实是放大6倍。是6×1除1/6，所以我拿到的是36，所以这个的答案呢是 D 36。好，然后接着我们这一边，再来看第13题，然后啊这边 E F G E 没有 F G H I 是长方形。然后 EH 跟 EFG 都是直线，然后他告诉我 tangent EIF， tangent EIF 是3/8，他要我们找哪一个 sin x。 好，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IF 是在这一边。So 题目告诉我 tangent EIF。OK， so 我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8来的。So 这一个是 E， 然后这边是 F， 然后这边是 I。So 题目给我 tangent EIF， 我也自己找 tangent EIF。So tangent EIF 的话呢，它是 over A。So 这边这一个是 opposite， 这个是 adjacent。所以它是 EF/8， 所以我的 EF/8 等于3/8的话呢，这样我就可以拿到我的那个 EF 是等于3了咯。所以我知道 EF 等于3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要我们找 sin x。sin x 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它其实是这一个直角三角形来的。OK， 它是这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这个是8，这个是15，因为3+12=15，这边是17，因为 square root of 8 square 加15的 square 还是等于17。So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一个是 hypotenuse， 这一个是 opposite， 因为它要我们找 sin 就是 so。所以我的 sin x 呢是 over h，
所以是八百十七，所以它答案是八百十七。So 这一题的答案就拿到了八百十七。好 ，C 八百十七。好，接着再来这一边，它是那个 HKL 是直角三角形。来，我们找得到。在这边的时候呢，这个是 opposite， 这个是 adjacent。OK， 然后我们的那个短 tangent 哦，所以我的 tangent theta 呢是 over a 六百八，所以我的 theta 呢就会是 arctangent 六百八 ，arctangent 六百八。然后我们找到了的时候呢，它是小数点，可是它这一边它是写成度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按多这一个，所以它是36度52 minutes，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就会是那个 A。 好，15题，它这一边呢，它的那个 PSR 跟 PRQ 都是直角三角形，然后题目告诉我 cos R PQ是这个 cos 其实是 car， 然后他要我们找 RQ 的长度。首先我知道这一个是10， OK， 假设这个是 data 了， so 题目给我们 cos data， 我们自己找 cos data。 这个为什么是10呢？因为 square root of 6 square 加8 square 会是等于10。 so 我们这一边这一个是 opposite hypotenuse，然后这个是 adjacent， cos 的话它是 car， 所以我自己找 cos 的大的时候，它是10 per car ah a per h pq，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10 per pq 会是等于它给的这个 0.3846， 所以我的 pq 呢就会等于那一个10除 0.3846， 就10除 0.3846， 所以我拿到的是26。 OK， 好，所以它答案是26。所以10 2426啊，哎，它要的是 QR 哦，哦 PQ 是26，所以我们要找 QR 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变成了 square root of 26的 square 减10的 square， 然后是24。 OK， 我们有345，然后5 12 13，还有它的倍数6 8 10 10 24 26，所以我不需要按计算机就能够算到它答案是，因为这一种 Pythagoras 的 triples 我有背上来。好，第16题，他说 FGH 是 tangent， 然后那个 HKO 是直线。 OK， 还要我们找 N 的 value。 OK， 好， So 这边这个是20度，180减160，所以这边是20，所以这个是20度，这个也是20度，20度然后20度，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一边是180减20再减20，它是140，所以这一边是40度，20度乘2也是40度吗？ OK， tangent 所以这个是90度，所以我的 N 非常简单， N 就是180减90再减掉40，所以它是50度，所以 N 是50度。好，第17题，在这一边他说 O 是 center of circle， 然后 GK 跟 FH 是直线，他要我们找 X 的那个长度。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会是90度，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边它是属于那个diameter 出去的，就是90度。
然后 x 的对面是 x， 所以我的 x 直接用180度减掉90度再减掉55度，所以它是35度，所以它答案是 B， 35度。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8题。在这边 O 是它的 center，POQ 是 equilateral triangle。 Equilateral triangle 呢，就是说它每一边的长度都一样，然后这个是60度，然后这一个整个也是60度，这个也是60度。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有 butterfly 的，这一个这样。然后 butterfly 的话，这一个整个跟这个是一样，所以我的 m 加60等于75度，所以我的 m 是15度，所以 m 是15度。好， m 是15度 c。 好，然后第19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how the effect of simple interest on theTotal amount of saving， interest rate decrease， total amount decrease， 对呀、啊。然后 interest increase， total amount decrease， 倒反了不是？ interest rate decrease， total amount increase， 倒反也不对。interest rate decrease， total amount become constant 也不对。So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 等于 PRT。所以它的 A 等于 P 加 PRT 啦，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的 R 下降的话，我的 A 也会下降啊，所以这个的答案是 A 啊。好，接着第20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wise management of credit and debt？ Borrow to buy a pay outstanding loan， 借钱来还贷款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应该赚钱来还贷款。 OK， extend the debt repayment period， 你延长还贷的时间呢，它会导致你要还的利息更多。 OK， 当然啦，如果你买车你真的是没有能力买的话，这样就别买大巴士。 OK， 大轻快铁。然后 save from a young age to reduce the need to borrow， 这一个是从小存款啊， reduce investment in unit trust， 它是鼓励我们投资啦，所以可以的话，它是让我们投资在 unit trust。可是事实上呢，投资我自己本身我也不建议投资在 unit trust 啊。我觉得有钱的话哦，你又不懂得怎样投资的话哦，你就好好的赚钱，然后有 extra 的钱的话呢，放定期存款就好了。再不能放 ETF。 Unit Trust 啊，就它的问题是它的管理费很高，你赚不赚钱亏钱都好哦，它都还是照样算你的管理费。所以我看那些理财的那些节目，还是不建议我们买 Unit Trust 啊。 So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好，在这边的时候，When the angle of the sides increase， 然后好，我们现在进入 bargain B。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When the angle of sides increase, the value of sine decrease。 所以你看啊，我们在这边我的 sine 10我拿到了是0点多 0.17， sine 200.34， 然后 sin 30， 然后还是 0.5， 是我，所以这个是属于正确的。 OK， so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就是说我按计算机我的 sin 的 value 增加的时候， angle 增加的时候，它就从 0.1 0.3 0.5 这样就增加了。好，接着 When the angle of sine decrease, the value of cos increase，
这个应该也是正确的，这个是 true。As the sine angle of sine increase, the value of sine decrease. 哎呀，这个我弄错了，这个是错误。OK， 因为它 sin 它的 delta 增加的时候，我的 sin delta 会增加。然后那边 cos 的 angle 减少的时候，你看我 cos 90它是零，然后过后呢，我们再来 cos 80它是零点多，然后 cos 70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0.34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的那一个 delta 下降的时候，我的 cos delta 呢其实是增加了。好，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的是这一个。When the size of angle decrease, the value of tangent decrease. 这个也是正确的。Tangent 90不可以，它是 max error。可是 tangent 80的情况之下，五点多。然后 tangent 70的时候，它是二点多。然后我们的 tangent 60的时候，它是一点多，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它的那个delta 减少的时候，我的 tangent delta 是减少，这一个是正确的。OK， 然后接着 tangent 等于 cos per sin， 这个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tangent 等于 sin per cos， 然后 tangent 等于 sin per cos。OK， 为什么 tangent 等于 sin per cos 呢？你就想一下，我这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在这边我的 delta， 然后 opposite adjacent hypotenuse 的时候 ，so 我的 tangent delta 是 over a， 然后我的 sin delta 呢是over h， 我的 cos delta 是 over h， 所以我的 sin delta over cos delta 的时候，它会变成 over h 除 over h， 所以它会变成 over a， over a 就是 tangent delta， 所以我的 sin over cos 就是 tangent delta。 好，第二题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 1 2 3 4 5啊，五个啊。好，接着 b， 它要我们找对的那个答案。我们知道圆形里面的四边形加起来180，所以这个是105度，所以这个是105度。然后这一个是80，这一边是280，加上来是360。然后这一个呢是280的一半，是140，这一个是属于魔鬼鱼140。OK。这一题呢，它其实还有另一种做法。另一种做法呢，是我在这边我加多一条线，然后再加多一条线，所以它80这一边就40，然后对面加起来180，所以这边是140。OK， 好，接着这一个非常简单 ，PQ 是 tangent 的话，这一个等于这个，所以 M 会是等于85度。好。就是这样。105/485。好。然后 determine 哪里一个是 true， 4^2×4^3=4^5，这个是 true 的了。减3^1，这边就错了。
一减三，减二减四，所以这一个是 force 的，它应该是减三 power 一减三减二，减三 power 减四。好，接着它要我们 match the given number to the correct repetition, repeated division and index form in the answer space。所以我们在这一边32除2 16 16除2 8 8除2 44除2 2 2除2 1，所以在这边这个是2 power 5 1 2 3 4 5，所以这个是2 power 5。32除2的时候呢，这个不是等于24， 16 16除2不是等于4，所以这些都错了。然后它是 equator triangle，四边都是四 ，OK。然后 state the skill drawing in the table, choose your answer。一笔还是这一个？它原本的是四，然后现在呢，我们在这边，它的 object 是四，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drawing 是16，然后 drawing to object 是16:4。除四十六，除十六，所以是1:4。好，然后再来接着这一边，determine the value of gradient， 然后是 true 还是 false， 所以这个全部一起除六，除六，除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 y 等于1/2x 减六，所以这一个是错误的。然后这一个呢，我重写的话呢，它是 y 等于 3x 加五，所以它 gradient 是三，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有 y 等于 mx 加 c， 所以它的这一个 m 是1/2 3。然后这一个呢，它的 y 等于减 3x 减 12， 所以这个错误，它是减 3， OK， 好，所以它是 false true false。 好，接着第五题， table in the answer space show the equation y 等于减 2x 加 8， 然后跟它 parallel， 这个的 gradient 呢是减2，所以它 gradient 等于减二，这个我全部除二除二除二的时候，它变成了 y 等于 3x 减五，这个的 gradient 是三，然后这个我把它搬过去，减 4x 加 15， 然后等于 2y，y 等于减 2x 加 15/2， 所以它 gradient 是减二，所以它跟它 parallel， OK。这一个是它 gradient 减二，这个是它 gradient 三。好，第五题 B 这边，它要我们 complete the step，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10^8减减三 ，OK， 也就是这一个。然后在这边，我的这一个 2.675 除 4.9， 它还拿到的是 0.55， 0.55。然后这边移一个位，减一，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5.5 乘10^10。所以它这一个是10^10 ，OK， 也就是这一个。好，这边我就把 Gaudas Model 3的 Bargain A 跟 B 讨论完了， Bargain C 另外的影片再来录。